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没有做好准备就要来跟病毒共存哦。我讲一个，其实在之前哦，我有个朋友，他爸爸是慢性病，年纪很大，然后就住到好不容易有病房住进去了，但住进去以后呢，结果就产生在病房里面就受了感染，就确诊了。他女儿很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，医院要他们赶快通通都出院，他不知道能去哪里这样。那我也很紧张呀，因为我说你们总共几个人，他连陪病人他六个人这样子哦。然后就说要叫他们自己去找专责病房。那我一问，其实有啊，有医院是有专责病房的啊，但进不去啊。那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其中一个叫医疗量能，就是说专责病房不是床摊开了就叫做有量能。就医院跟我讲说，其实他们现在是人手不够的情况之下，其实在专责病房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哦，这是的确是这样子哦。而且我们可以从一个数字去看嘛，在去年的那个五月份，大概确诊的人数大概在9000多人，但到今天你看已经到一百大概160几万了哈。OK， 我们的医护人员是没有增加的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跟人力上面其实是非常吃紧的哈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刚刚一直在提到说这个口服药物的部分哦。我这边有一份表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哦。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准备的口服药物大概进来有82.5万份哦。那但是呢，我们使用开出去的大概只有6287份。那也就是说，大概整个使用率是6.8%。然后再看从5月15号到5月25号，我们可以陆续看到本土确诊人数从6万一直到8万这样的每一天。可是我们的给药率哦，相当的低哦。那整个 total 算下来的话，给药率大概只有 5.5%。啊、哦，给药率就 5.5%。那当然有人说，因为你轻症嘛，那轻症你就不要吃药，或者轻症你就在家里吃感冒就算了哦。但是其实事实上，也有很多的那个医生在第一线跟我们反映说，现在因为不是有那个视讯问诊嘛，当他们要开这个药的时候，其实当然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新的药，很多医师他不是这个专科的医师，因为现在所有医师都要上证，不管哪一科，所以他在开药上面的时候，他会有一些谨慎或者有一些犹豫，然后同时他可能也要去了解这个确诊的病人他有没有其他的病史，那这个药跟药之间有没有这个交互作用，所以一般来讲，恐怕如果要去这样子详细了解，就要花掉快20分钟的时间哦，所以我想在这个给药上面哦，这个给药率其实也是稍微低了一些些。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小朋友的部分，这几天其实我看了真的非常非常心痛。台湾人在这两年一直在排队排口罩、排疫苗、排 PCR， 那现在看到更惨不忍睹是，我看到那个爸爸妈妈牵着抱着那个孩子，就是要去这个打疫苗、哦。那之前其实有人在问我们，很多朋友在聊天说，如果这个幼童疫苗进来，要不要给小朋友打？我记得在之前，大部分人都说我不要，因为我不知道它会有什么副作用，那我不知道这个疫苗会什么情况。可是最近大家疯狂抢，因为没有想到说，看到这么多的孩子有重症的、有死亡的，其实大家都非常担心，任何一条生命，尤其是小孩子，那真的是父母亲会非常非常的这个痛心，非常非常的不忍哦。那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疫苗，我有讲到这个疫苗，这次 BNT 疫苗进来大概是77.76万剂，可是我们5到11岁的孩子其实就有150万人哈、哦。然后再来呢，我又还担心另外一件事，就是5岁以下的儿童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，这个是在疫苗孤儿哦。那恐怕要到7月，那到底7月能不能进来这个疫苗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现在小朋友的状况这么多，然后看起来严重的程度好像都比我们其他邻国的数字来得多。我想这一点呢，其实我们大家可能要非常去注意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